他是一个勤劳的学生。他是一个勤劳的学生。教授对工作非常勤劳。教授对工作非常勤劳。勤劳的员工是公司的宝贵财富。勤劳的员工是公司的宝贵财富。勤劳的作家夜以继日的写作。勤劳的作家夜以继日的写作。勤劳的人最终会成功。勤劳的人最终会成功。